主料黄油60克，面粉115克，辅料全蛋液15克，糖粉35克，葡萄干40克，黄油切小块，隔水化开，葡萄干切碎，把蛋液、糖粉、葡萄干放入黄油里面拌匀，筛入面粉，用保鲜膜整形，没有保鲜膜用的塑料袋，放冰箱冷冻一个小时，切片，铺上油纸，放入烤盘，放入烤箱180度20分钟，凉凉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用个普通面粉，味道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